三二一，请启动。亚洲舞王罗志祥与饶舌歌手娄俊硕首次担任台韩选秀节目导师，导师华丽阵容也首次曝光。FT Island 主唱李弘基男团御用舞蹈老师崔荣俊、G-Friend、YouTube、Super Junior、银赫也分别担任舞蹈歌唱指导，而 XZ 队长利特更是担任节目主持人。身为台湾导师的罗志祥坦言，自己对选手相当严格。我觉得每一个练习生就像一个蜡烛一样，火点燃了，我们要看用什么方式让他可以继续的燃烧起来。如果他继续不行的话呢，他就会像一句话：洗吧。习吧，能给予鼓励，然后可以给予我能给的意见，当然就尽量给嘛。然后比如说看到一些选手，就觉得哎，我觉得不错啊。讲完之后，其他导师就会，我觉得你们很让我失望。哎呦，我说哎，哇，哎，这标准差太多，我的标准好像有点太低了。第一次担任导师，又是和前辈们一起合作的娄俊硕笑说压力很大，每天都做噩梦。也是从选秀节目出道的他，选择用鼓励的方式给学员们信心。两人也透露与韩国导师的有趣互动。我跟娄俊硕其实对于韩文都是就是一点点看韩剧之类的。那其实我最开心的就是我们在上一次录制，我们终于聊天了，而且聊天不是用中文，也不是用英文，也不是用韩文，是用日文。真的？对，我在旁边听，我说哎。怎么开始讲起日文了？我跟李弘基啊，然后跟那个Super Junior 他们，就是突然间哇，可以沟通的那一刻，觉得好开心哦。节目最终又由观众们从40位选手中选出7位出道，竞争势必相当激烈。明新闻陈亮、沈建宏台北报道。